本期讲解一个一键生成原创影视解说视频的项目，10分钟十秒钟生成文案解说背景音乐视频成品啊。大家都知道影视解说这个赛道在各大平台非常火爆啊，非常火爆，收益高，效果好，涨粉快，但是这一个是同质化比较严重，而且文案比较难写，过原创比较难，所以说今天是用这个 AI 一键生成的方法来操作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转变工作、项目实操、编写方式都有详细的讲解，项目需要的资料也全部都有提供啊，软件也有啊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原创影视解说视频，一键生成原创影视解说视频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